这里面海鲜串蘸川菜。葱啊，这红菜，这手是盐，哥哥，都是盐，那你什么时候真是沙盐？开饭，快点开饭！再搞卫生，把地扫一扫，拖一拖。我掉发比较多哈，拖的都是我的头发。真的是无言以对，吵了一天了，踢墙头，踢门，拍窗。啊，墙头白白的墙头，踢的都是他的脚印。一个，两个。门也是踢的都是他的脚印。不管了，先把地扫一下。饿不饿？他说不饿。自己煮的东西还吃。反正他现在一直都按时吃药的，就等他吃完这几天的药先嘛。啊，没有吃那些忌口的东西都没有吃到。现在还拉肚子，拉肚子啊？嗯，现在少拉一点了，少拉一点嘞。对，都如果他一天拉四五次这样要吃一点药，如果一两次还问题不大啊。大家不要是啊，他就是在这里踢来踢去。没事，先让他按时吃完药先嘛，到时候再把药量加大一点嘛。好的。反正打人倒是不会，就是。他就是喜欢在那里骂骂咧咧。那再踢。不用再拿药，你自己来就得了。到时候我直接过去拿药就好了。你都他妈先走。行，那你先忙了啊。好好，拜拜，先这样，我们过来拿药。好，那你先忙，好，拜拜。那先这样啊。去啊，叫三哥去丢垃圾。
三哥已经带完垃圾回来了，他就是喜欢喊，喜欢踢一下。回来，乖乖。还要继续坚持吃药。昨天吃了两包药，好多了。最近不是咳嗽吗？我只要是天气变冷了，每一年都会咳嗽的，就有一点点慢性支气管炎，所以早晚咳的比较厉害。按时吃几天的药，看一下有没有点好转。三哥太吵，吵得头都痛了，这里踢那里踢，真的是。我都好怕那个厕所的那个玻璃门被他踢烂，还有就是那个卫生间那个。洗脸那个镜子，我都怕刷牙时候垂烂去，所以有时候梳一下它。我不生病了嘛，暂时就没去上班，去上个班怕上的不安心，想等三哥的病情有些好转再去工作也不迟，所以就当在家休息一下嘛。之前三哥来柳州的时候，那时候挺胖的，但是精神各方面好很多。起码不会像这样说的那么大声，这里踢的那里踢的。所以说交给时间吧，只要吃药就会有所好转。前面是那个医生，当时过来问候三哥的情况，他说这个慢慢会有所好转的，要吃药，主要是先吃药。还有好几天的药先吃完之后呢，到时候我还要去拿药给三哥，就是多换一种药嘛，把药量调一下。坚持吃吧。再甜没甜？他吃冰了，兄弟们。有点冷，在这里扛着。那还是个没事。有点咳嗽，想去洗头嘛，又想着不洗，等好了再那个，再洗一下头。反正也不去哪里，也不是很乱，就待在家里面，做饭给三哥吃，然后喂他吃药，就这样子。就是那么看心。聊的话就看看评论啦，看看抖音这些，也看到你们很多人的留言，谢谢你们对于小何的。支持和三哥的关心啊，有些东西呢，就是去治疗嘛，双方面治疗，先让他喝中药，慢慢的有所好转之后呢，再用那个西药慢慢的调理，所以说一步一步来嘛，主要是一定要按时吃药，还要忌口，很多不能吃的东西就不能吃。啊！这里打那里打，他是说谁找他要钱？一下子说要把我灭门什么，说那些话，说那些话都不搭边的。好啊，阿哥，是苹果吗？没呀，他前面已经去洗过澡换衣服了。就不看手机，一天到底到晚走来走去。烤一下火，暖暖手，暖暖脚。一会我要吃我的咳嗽药。他用手挡着，好像是说谁要挖他的眼睛，就一直这种动作。